梦回长安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狐啊。都说是这个宙斯普陀是这个法系的一个克星啊，这把的话看一看观战方这个方寸的话能不能拿捏对战方一手啊。对战方开局起荷花，第二回合直接就给观战方给套进去，观战方分身藏一手，对战方混沌球破分身，对战方继续出，观战方垫一万多，我的天哪！对战方的话，这只闪电球是吧，有这个高鬼魂，这样的话观战方很克对战方呀。对战方再挂紧箍咒没有挂中，对战方只能无奈卡大金，观战方继续出，观战方触发一手献祭，观战方这个秒的话确实伤害太高啊，观战方人物的一个状态很不好，但是宝宝比较多啊，这个宝宝比较多，对战方很难清，对战方很无奈，只能单点观战方的一个人。其实宙斯普陀打这种模式的话感觉并不是特别强啊，虽然有宝宝可以保护自己是吧，但是的话也是站不住啊。对战方的一个药品，哎呦，再点观战方，观战方弹163，观战方这一回合出手垫对面太疼了呀，观战方也是被拿倒了，对战方的话点杀也是很着急，观战方继续电，对战方闪电球再次被点倒在地，观战方触发一手侵蚀，有侵蚀的话观战方可以秒到三个单位，对战方此时拉一只地听想绝地翻盘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挺狠啊，但是谛听的话是被观战方给控制住了，对战方战敌也是白吹，对战方宝宝再飞一只，
瓜大方现在疯狂单点对战方的一个人。这个现在的话，这个方寸山的一个点杀能力还是太弱啊。对战方给观战方宝宝丢尺子，其实打到现在这个程度的话，对战方想赢其实很困难啊，除非就是拖啊，拖到观战方没要为止。观战方你看电对战方一个来一个来的，观战方再被守尸，对战方继续出，对战方再补紧箍咒，观战方丢一手尺子给对战方的一个宝宝，丢尺子没用是吧？观战方打的也是足够的稳哈，如果是我的话，肯定会出高攻啊，去偷对面哈。观战方分身继续藏进去，不得不说对战方小身板真硬啊。现在对战方想赢的话，就除非就是说把观战方的一个九转给打干净啊，要不的话很难赢。对战方这种高鬼魂的一个宝宝在观战方面前的话根本没有生存能力。对战方宝宝的话也是被观战方给打干净了，对战方此时在出孩子，观战方也是一直没着急拉，就在等到，就等到对战方是吧？这个紧箍咒到回合了，观战方能够多秒一回合，观战方也是细节拉满。观战方再次倒地，对战方起一手混元伞，对战方孩子也飞掉，对战方建造后续点观战方的一个宝宝了，
观战方这只宝宝还有高区，观战方现在单秒开始清宝宝，观战方宝宝绿了一手，对战方很绝望，观战方此时还有两个输出的一个单位，观战方毛起，对战方起手指人，观战方赶紧换宝宝，是一只引攻，观战方开始点杀对战方的一个人，对战方给自己起手灯。